可是还是要离开了，所以这一个我最后还是要再次
讲到龙溪面吼，我就哽咽啦。我最后就是要真的代表全国农渔民，感谢各位农渔会。没有啦，其实就是要代表全国农渔民，就是要代表全国农渔民，感谢各位对农渔民的照顾，那也拜托大家继续支持农业部，好不好？再次感谢各位，谢谢部长。我们再一次有掌声，谢谢部长。那么请部长先回座，谢谢我们农业部沈立中部长。我们先请部长在座位区先入座。请问副院长，您怎么看陈吉仲请辞获准，遭到在野党批评不负责任，是在挽救赖清德的选情？不过周五就要专案报告，副院长认为请辞的时间点合适吗？那副院长昨天称政务官应该负责任、负政治责任，是否上午就已经决定陈吉仲下台？那陈吉仲在开议前下台，在野党批评这是藐视国会，您怎么看？那另外外界质疑这是拍戏操作放话，提前走漏陈吉仲请辞的消息啊？请问副院长可不可以说明行政院的整个过程，让外界不做臆测？那另外呢，副院长怎么看一路相挺陈吉仲的前环保署副署长詹顺贵，指您是要陈吉仲走的人，且不尊重总统院长？以上请副院长说明，谢谢。如果看完陈吉仲部长的这个脸书的声明，就可以了解他的心情。他是一个充满理想主义情怀，而且对台湾的农业是非常有感情的一位好部长。那在他的任内也交出了许多的好成绩，和得到农民、渔民、青农非常高的信赖。那当然，这个昨天早上我跟他是在同一场会议，那我了解他是非常勇于负责、勇于认识，所以他跟我前后接受访问的这个基调是一样的，就是说进口鸡蛋能够让国人可以买得到这个平价的鸡蛋，这个是非常重要的目标，但是也要考虑到这个鸡农的这个权益。那我想这个部分那陈吉仲做了很多费心的安排，也希望能够这个两全其美。当然在执行的过程有不够周全的地方，他也表达了歉意。那所以我们两个昨天的对外的说法是一样的。那么陈吉仲部长他过去那么非常用心在台湾农业的转型，我相信他打下的基础会得到肯定。包括我们本来受到这个我们的口蹄疫的影响，没办法拔针出口，那现在也完成了，包括非洲猪瘟也守住了，甚至包括欧盟的这个黄牌的渔业禁令，那也解除了，那国内的许多的这个产销转型，那也做得比以前更好，那农民收益也增加，我相信这都是看得到的，如果是真诚的去面对这个问题，大家对陈吉仲主委到陈吉仲部长应该会有很好的评价，那其他的政治解读或政治扭曲我觉得都是不必要的。